我们这时候要来敬拜主。我们敬拜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的主。阿们。主耶稣跟门徒说，当他提到天上的家的时候，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阿们。我们只要用心的跟随耶稣，专心的遵行他的道，我们必能够找着那条路。阿们。阿们。阿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越来越认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回天家的那个圣名。阿们。来唱这首诗歌回家。我要回家。
决心要坚强，回家的决心，决心要坚强。阿们，你要回家吗？要。神给你地上有父母亲的家之外，也给你有地上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家。透过地上的教会，上帝的家，神要带领你走回天家，永生得救，回到天家的路。阿们。这条路你决心要走吗？你心里有决定要走吗？你的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的心决定什么？你的心选择什么？你的心喜欢什么？你就成为那样的人，就做那样的事，就走那样的人生。让今天夺回我们的决心，我们决心要回上帝的家，要回天家的路，要归给主耶稣，跟着永生主来走天家的路。阿们。你的心决定了吗？你真的决心坚强吗？回家的决心要坚强，不是嘴巴唱一唱，而是我心里面唱出我的决心来。阿们。我要回家，用决心，勇敢地走，用决心。我要回家，回家的决心，要决心，要坚强，要坚强，决心坚强，靠上主，决心坚强，慢慢地走。Thank you.
主啊，谢谢你在前方引导着我们，主啊，引导着我们回家的道路。耶稣啊，谢谢你，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主啊，求你天天坚固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要回天家的决心要坚强。主啊，要信靠你的心要坚强。主啊，向着你，跟着你走悔改重生的道路要坚定要坚强。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世界迷惑了。主啊，不要被肉体所迷惑了。主啊，不要被撒旦所迷惑。主啊，我们坚定的相信你才是道路。主啊，帮助我们坚定的听从你的道。主啊，必能够回到天上的家。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在我们心中天天的更新我们。主，我们每天跟你在一起，每天与主同行，我们心就感觉主啊，你就更乐意跟我们亲近。主，我们就看到你的何，你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芬芳，何等的甘甜。主啊，你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美梦。主啊，就是我们的道路。谢谢主，赞美你。我心感觉与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他比黎明灿烂，金色荣光更加明艳，他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幻想美梦，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Yeah.
的荣光更加明艳，那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幻想美梦，那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来跟随主，求主使我一十字架，因为在你的那里，在十字架的里面有生命的泉，从各个他山流下来，能够赐给我洗干净我的罪，能够赐给我一个重生的生命。谢谢主，赞美耶稣。主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哦，主耶稣啊，要紧的就是跟随你，跟随你直到永生。赞美耶稣。求主使我一十字架，在必有生命水。Yeah.
受看为羞辱的十字架，主啊，在你的真理里面却是我们走向荣耀的道路。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只夸你的十字架。主啊，我们自己要定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就有重生，我们就有永生。谢谢主将你的道路向我们显明。主啊，我有将我们的心归给你。主啊，因为只有你能够保全我们的心是在神的光中。只要主啊，只有在你的喜悦里面，我们一生才能够被你的慈爱所充满。谢谢主，愿将我的心归你。我的眼目也要喜悦你的道路，我的眼目要喜悦你十字架的道路。谢谢主。主啊，愿将我的心归你，愿将我的心归你。主啊，愿将我的心归你，愿将我的心归你。我的眼目也要喜悦，喜悦你的道路。我的眼目也要喜悦，喜悦你的道路。主啊，愿将我的心归你，愿将我的心归你。主啊，愿将我的心归你，愿将我的心归你。我的眼目也要喜悦，喜悦你的道路。我的眼目
每一个人出声音跟主祷告，从心里面对主祷告。今天你透过这个诗歌唤醒我的心，主啊，愿将我的心归你，愿将我的心归你，主啊，愿将我的心归你，愿将我的心归你，主啊，赦免我的心荒诞，赦免我的心游荡，主啊，我要夺回我的心归给主，不再游荡，不再流浪，主，我的心归给主。主啊，帮助我坚定我的心归给主。主，谢谢你，我的眼目也要喜悦，喜悦主的道路。我的眼目也要喜悦，喜悦主的道路。主，赦免我的眼目东看西看，没有看主的道路。主啊，求你洁净我眼目的情欲，把那些乱看的、看自己、看魔鬼、看环境、看人的、看手机的、看网络的，不是主要我看的这些，主啊，求你赦免。主啊，还有看一些不该看的，求主赦免，赦免我的眼睛眼目的情欲的罪，求主赦免，我要悔改，我要丢掉弃绝这一切，离开这些眼目的情欲，看不该看的。主啊，宝血洁净我的眼目，主啊，我要夺回我的眼目，喜悦看主的道路，喜悦看圣经，喜悦看主，喜悦看神国度的美善的事。我要夺回我的眼睛看主，看主的话，看主的作为，看神国的荣耀的盼望，不再看黑暗跟魔鬼，主跟这世界跟老我，主，我要丢掉这一切，主，我的眼目要喜悦主的道路，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拍手归荣耀给主。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请刘牧师来证道。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不好？跟着我来复诵两次，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灵来说，一起来。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再一次。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一起来用信心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翻到的时候，我们用整齐、用信心、有力的声音念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子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妄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上了。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阿们。主啊，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神的道永远长存。求主赐给我信心，坚信神的道跟永远长存的真理的道，走永生的路，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在没有讲到之前，我要请问各位，圣经上说我们一生的日子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便如飞而去。神给我们短暂仅此的一生的生命，我要请问你怎么使用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很短暂，你再没有第二次的今天，在这一生当中，你的生命仅此一生，非常短暂。你怎么样要使用你短暂的人生、短暂的生命？你要做什么？仅此一生短暂的生命，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用你短暂仅此一生的生命？我要问你，请你10秒钟想一想。过去你怎么用你的生命？已经过去，
用的合神心意，用的不合神心意已经过去。今天开始，你要怎么使用神给你的每一天的生命，每一天的日子？你还有多久会活在世上？你怎么用你的生命？今天的信息是：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的一生是要以什么为乐？这个信息唤醒我们，我们有一个灵，我们里面这个人里面身体里面有一个灵魂，有一个灵的知觉，灵的生命，你那个灵要以什么为乐？现在大家都以神讲以神为乐，但是你的生活行为日子里面这一生当中真的都以神为乐吗？还是以神以外的事情，以神以外的价值观，以神以外的生活为乐？我们要提醒自己，这句话是玛利亚讲的，他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先要来看看玛利亚他这个人。这个人呢，其实在当时代来讲，他是很卑微的、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女子，很平凡的、没什么起眼的一个小女子。也没有什么，这个家族的这些的富裕啦，或者是名贵名声的这个声望的家族没有，他就是一个很平淡的、很平民化的一个小女子。但是这个小女子呢，她对上帝有敬虔的心，有敬畏的心。他跟上帝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跟随、敬拜、崇拜的心，一个敬畏上帝、敬虔的心。那这个小女子呢，她已经呢订婚了，只是还没有嫁过去，她的未婚夫的家还没有成亲。那在订婚以前，在那个时代，不像现在订婚就上床，就所谓在婚姻以外，不是在婚姻里面的这个性关系，那个时代是不准的啊，因为神是圣洁的，必须要在婚姻里面结婚以后才有这些啊所谓的性关系，除了这个神所预备的婚姻里面的一个两性的性关系以外，其他的非婚姻以外的，或者是非结婚以外的这些性关系，圣经上叫做淫乱。那在当时代，如果是淫乱的话，他们的法律是要把石头，用石头把这个淫乱的打死的，他们是这样子的圣洁神圣的啊，因为神是圣洁的。那跟这个时代已经人已经离开偏离了神的生命，所以很随便就跟男男女女没有婚姻里面的性关系，那这个在神面前是叫做不圣洁，这个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律法里面是要被致死，用石头致死的。这个要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是在弯曲悖谬淫乱的时代，我们属神的百姓基督徒都要离开这些的淫乱的一个行为、思想、价值观、生命。阿们。因为你所信的上帝是圣洁的。阿们。好，在那个时候，玛利亚是还没有结婚之前的这个待嫁领儿心，等于是一个未婚妻的心，是在住在他的原来的父家啊，原来的家里面的时候，
然后有天使，那时候从这个圣经里面，然后我们要一起来看，刚刚我们念的是46到55，但是我现在用口述的就来就讲究啊，路加福音第26章44节，路加福音第1章26到44节讲到说，有天使啊，加百列奉差遣，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证明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啊大卫家的一个人啊，名叫约瑟，未婚夫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什么？玛利亚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是有神，这世界有神要差遣的天使，阿们。好，那么这个天使到玛利亚这个童女，那个圣经描写是童女，就是还没有性关系的，还没有结婚的一个童女啊的一个这个玛利亚的家，然后天使就对她说啊，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个话就非常惊惶，恍惚思想，这问安的意思是什么？天使就解释了，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请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好，谢谢。下面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么玛利亚开始紧张了，开始害怕，开始担心了，他马上就回答说，34节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们还没有出嫁呀，我怎么可以有这个事情呢？你知道说这个话是什么？当时没有出嫁的人怀孕会被怎么样？用石头打死的。所以他面临有圣女怀孕借在肚子，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事情，他第一个反应，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有这个事？大概是怎么样，我要面临没有出嫁就怀孕，被人被他的亲戚朋友当成法律，当成是淫乱的女子，要用石头处死刑的，所以他会马上直接反应。第二个，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我的未婚夫约瑟怎么想我？我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被娶过门，还没有上床，怎么会怀疑我的未婚夫，我所爱的未婚夫会怎么想我？看这是不是有压力了？第三个，他的父母亲，他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看着他的肚子一天一天，如果有圣灵同你怀孕生子，他的肚子就一天一天大起来，他怎么有脸来面对还没有出嫁还没有成婚，怎么对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的社会的舆论，人的眼光怎么看他？是不是有压力了？有没有压力？有。所以玛利亚这句话里面包含很多啊，还有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可以自己生孩子？这又是一个很多的疑问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啊，天使呢就回答玛利亚，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天使就很快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叫做圣者，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哇，玛利亚明白了，她要承接一个重责大任，就是要借着她童女的肚子有圣灵怀孕，生出神的儿子，生出圣者来，不是
靠他，不是靠人，而是靠着圣灵与他同在，有至高者的能力硬币保护他。阿们。所以他如果他长期对神有认识，有敬畏神，了解神，他里面就会立刻产生一个相信的心。阿们。立刻产生一个顺服的心，那么这一相信，这一顺服就要付很大的代价哟。啊，他就马上哦，那个三十七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天使就安慰他了。啊，之后玛利亚就说了，他马上一个从看到天使的害怕，天使给他重责大任。啊，要从他的童女的肚子生出啊，怀孕生子啊的时候，要生出神的圣者，神的儿子啊，一连串这样子。虽然从恐惧啊，天使叫他不要害怕，很多的疑虑，天使解释之后，然后他知道上帝要拣选他的童女的肚子怀孕生子，生出神的圣者，神的儿子出来。那这是很神圣的事情，非常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把他可能答应神这个要生圣者、生神的儿子的，借着他的肚子怀孕生子的这件大事、这件的重责大任哈、哦，是需要付上的代价。付上可能会要人被人打死啊，被人看成淫乱的灵子，被丈夫误会，被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这个另眼相待的，还有很多的这些的疑虑，他全部都抛开了，不开了，不看这一切。他下面一起来念，请来三十八节，请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阿们。从害怕，从接收这些神的计划，从天使的鼓励托付里面，神给他的托付里面，很多的疑问里面，他走出害怕，走出疑虑，最后他相信神借着天使所说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他相信了，他就情愿顺服，冒着生命的死亡，冒着未婚夫的误会，冒着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社会的议论跟不善的眼神，他冒着这个压力，他情愿顺服神这神圣的伟大的计划，借他的肚子同类怀孕生子，生出圣子，生出圣者神的儿子出来。所以他说：“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阿们，阿们。看玛利亚的生命在神面前是这么样被验证的，玛利亚的信心，他的心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的态度的决定选择，以及他的行为、他的心智，是在神面前是蒙神悦纳、蒙神拣选，是成为神眼中的蒙大恩的女子。阿们，阿们。这是玛利亚一个对神的一个信心、行为跟心智。跟这个也是成为我们这些跟随神基督徒的，也是我们这的属于人类的这些榜样，我们都要来学习玛利亚对上帝的信心、行为、心智跟顺服。阿们，阿们，这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我首先要来讲到，在上帝眼中的玛利亚是什么？请问，在上帝眼中的你、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原来上帝在天上，他也查看、检查世上的人，
不要以为上帝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我在世上的生命跟行为，上帝都在查看的。阿们。好，在上帝眼中的玛利亚，从我们刚刚念的这个圣经里面，她是一个蒙什么？蒙什么？蒙大恩的女子，因为她在上帝面前已经怎么样？蒙恩了。亲爱弟兄姐妹，亲爱的神的儿女基督徒啊，你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蒙恩的人呢，还是一个仍然靠自己的血气行事与上帝为敌的遭神愤怒的一个人呢？或者是行了很多暗中从心里从灵里行为上亏欠神的荣耀的这些的黑暗是遭咒诅的人呢？你在上帝的眼前是像玛利亚一样是蒙恩的女子，是已经在上帝面前是蒙悦纳是蒙恩的人，还是仍然是在靠自己靠血气甚至于犯罪是招惹神审判愤怒的人？玛利亚是蒙恩的人，你要不要成为蒙恩的人？要不要成为在上帝眼前蒙恩的人？那就要效法学习玛利亚，有敬畏上帝的心，阿们，有相信顺服上帝的心，有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有顺服，对上帝有好的心智，对上帝行上帝眼中看为义的这个行为，这样子就是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成为蒙大恩的人，阿们。阿们。在上帝的眼中，玛利亚是蒙大恩的人，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第二，在上帝的眼中，哇，这个玛利亚呢，因为上帝看到他的敬虔，看到他的对上帝的信心、行为、顺服、心智、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他被上帝拣选了，要借着童女的肚子，玛利亚肚子有圣灵，怀孕要生出神的儿子耶稣来。那因此这样子，天使对玛利亚说，有圣灵要临到你身上，阿们。一个要承接上帝的旨意走上帝的路的人，走上帝的人生的人，上帝必会差遣圣灵在他身上，阿们。阿们。这不只是做上帝的伟大奇妙救赎工作，一个愿意跟随上帝的人，一个愿意信服上帝的人，顺服上帝的人，一个有信心有行为有心智要顺服上帝和上帝的话的人，上帝必会差遣圣灵在他身上，阿们。你也要成为玛利亚一个心智，对上帝有信心有行为有顺服有心智，上帝会差圣灵在你的身上，阿们。当然玛利亚因为她有重责大任，要借着她的童女怀孕圣灵怀孕生子生出圣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做成救赎的工作所以上帝当然特别会赐下圣灵的大能要临到玛利亚的身上，阿们。上帝眼中的玛利亚是有圣灵降临的。那弟兄姐妹，你里面你这个人，你的心你的灵，你是要有圣灵还是情欲的灵，还是世界的灵，还是犯罪的灵，还是自我的灵降在你身上，你要选择哪一个灵？圣洁，选择有圣灵在你身上，阿们。那什么是与圣灵为敌的，你知道吗？属肉体属情欲的就是与圣灵为敌。如果你说我要求圣灵，可是你的行为你的心理决心态度心里的喜欢跟行为，喜欢选择满足你的肉体，
满足你的情欲，满足你眼目的情欲的话，还有选择满足你自我中心、自我的灵，满足犯罪、满足魔鬼的话，那就没有圣灵临到你身上，因为你自己的选择。阿妹，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决心，要离开，不断的选择满足讨自己的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旧人的脾气跟世界的灵、犯罪的这种灵的这种的生命习惯行为，要恨恶，要离开，因为那些是与上帝、与神的灵为敌的，那些就没有圣灵在你身上。如果你做那些事，又说我有圣灵，那是自欺，那是属灵的自我感觉良好，却不是真的有圣灵，因为你喜欢那些败坏的灵。所以要离开那些不属圣灵的心跟行为、思想、脾气、个性，要离开你的生命，像玛利亚一样，她甘心遵守神的话，敬畏神，在神面前蒙恩，对神的话、神的旨意、对神的命令，他是有信心、有行为、有顺服的心智。阿们，这样才有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阿们。所以基督徒啊，你不要太多的一个属灵的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有圣灵，可是呢，我们的生命行为却不是在圣灵的里面，这是自欺。离开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欺，离开，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行为、心智、生命选择顺服神，听从神的话，神就会把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阿们，阿们。好，还有在上帝的眼中的玛利亚，她是有至高者的能力应庇她，因为她呀，神借着她的肚子怀同里怀孕生子啊，借着她的肚子有圣灵啊，借着她肚子生出神的儿子出来，所以有至高者的能力应庇她，因为重责大任。除此之外，神带领我们基督徒，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我们信主的时候，主耶稣就讲说，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我们已经有悔改的人，有认罪悔改啊，离恶归义的人，我们也是愿意来不断的在主的话、主的真理、主的灵里面，不断的来学习舍己、舍己、舍己。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舍己，就当舍己。”你那个己的思想、己的口气、己的脾气、己的行为。己的人生观思想要舍掉，要丢掉；己的自我的灵要弃绝掉。阿们。是这个东西害死你，己己的灵、己的意思、己的决定、己的冲力、己的马的力大、人的腿快，这个己会让我们失去至高者的能力应变，因为你己的肉体力量太大了，要离开那一切。阿们。我们要舍己，要丢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来跟随耶稣，要来相信主，相信主的道，我们要来遵循主的命令，遵循主的旨意来行的时候，主会赐下至高者的能力应庇我们，使我们胜过自己，胜过魔鬼，胜过这世界的灵，胜过很多的环境的这些拦阻跟压制，让我们靠至高者的能力，能够往神命令我们的道路上直奔，往神的旨意的人生来走，成就神的旨意的生命。阿们，阿们。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要不要？这是何等的
有在地如天的属神的、属天的、属神的国度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人生观，这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价值的。那是不属地的，属地最后是被拖到魔鬼。我们要成为一个属天的，有从神来的一个人生观、生命，被属天的神来用圣灵、用能力护庇我们一生。阿们。像玛利亚一样，他因为有重责大任，所以神用圣灵引导他，有至高者的能力护庇。我们基督徒走这一生也需要圣灵充满我们，靠着我们里面的悖逆之子心中预警的邪灵，能够得胜，还有罪恶的灵、自我的灵都要得胜，世界的灵也要得胜，因为有圣灵引导我们，还有至高者的能力护庇我们，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走完基督徒的得胜，成就主的生命、主的旨意，往神的永生的道路上直回到天家，成就主的功，走完四路程是得胜的。阿们，阿们。你如果没有圣灵领导你，没有至高者能力护庇你，你走不完得胜这世界的罪恶、邪恶、凶恶、老我跟魔鬼跟死亡、咒诅、黑暗权势，你胜不过的。你必须要像玛利亚一样，我要走主的道路，我要成就主的人生的计划，我需要有圣灵和至高者的能力护庇我。阿们，阿们。玛利亚的生命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这样走。在上帝眼中的玛利亚有圣灵领导她，有至高者的能力，还有玛利亚的生命是顺服神的。请问你通常你的心里的喜欢是顺服谁？顺服你的儿女、亲戚、朋友吗？顺服你的肉体？顺服环境吗？ Oh no， 不不不不，玛利亚她的顺服是归给神的。阿们。他的顺服是归给神和听从神的真理的话的顺服。所以我这里也要提醒你，通常你的顺服不要一味的顺服那些你所有非神的、非神真理的这些亲戚朋友人给你的各种的非真理、非主的话、主的灵的这些价值观，你会被压制，你会离开神。但是玛利亚生命她是顺服神，和神的话是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榜样。阿们，阿们。玛利亚最后她胜过那个可能会冒死、冒被未婚夫误会、被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异样眼光看是不解女子，或者是冒着很多的一个压力的情况底下，他顺服神，他相信神，他顺服神，他承接了神要给他生命的计划。阿们。我们要这样的学习。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阿们。那我这个要应用，我们在北港啊，在乡下，或者是说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处境里面，信耶稣的人比例上是少数民族，是不是非常少？多半都是不信主的亲戚朋友价值观，还有那些的人生观，还有生活观的这些的生命，是不是？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多半的亲戚朋友，好，请眼睛看我，看我，举目望神。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是比较弱势，不是比较少数的基督徒的其中之一。你的族群、你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同事所接触的多半都是不信主的。那这时候，很多的人生观、行事为人和做事情的观念、选择，还有很多看法、很多决定，
你是要顺服神呢，还是要顺服你周遭的不信主的亲戚朋友？顺服神。你要顺服谁？你要顺服谁？对自己的心说，你要顺服谁？你要听从谁？听从谁？学习玛利亚顺服神。阿们。造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阿们。玛利亚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丈夫的误解，冒着家人亲戚朋友的眼色不同的异样眼色来看，冒着很多的社会的压力，他宁可不被这些压制，不听从这些，宁可听从神的旨意，听从神的命令，听从神的话，他顺服神。这个信心你要学习。阿们。阿们。我非常肯定会议姐妹，我希望主快快的让她，还有邻人老妈妈，还有莹莹，赶快让他们真的是认罪悔改，舍己，赶快让他们慢慢的，能够符合到受洗的这个，有认罪，有悔改，有离罪归义，能够舍己远跟随主，就能够受洗了。阿们。我希望他们赶快，只要有认罪悔改，离开罪，离开罪恶，得罪神的心理，不诚实的，不敬畏神的，偏离神的心，偏离神的生命，偏离神的价值观跟行为的这些，要认罪悔改，要舍己，归向耶稣的主的话，主的灵，主的生命的，这样子就能够受洗。阿们。但是他还没有受洗，可是呢，上个礼拜呢，我们带王美姐妹去一起在他们家有小组聚会，他很坚定，很有信心的回家的决心，要坚强，跟王美姐妹说，我们选择对多安娜刚强，就要刚强勇敢，选择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信仰的选择是对的，我们信主是选择对的。虽然这个北港地区这么多人不信主，很多不信主的价值观、亲戚怎么样、朋友在影响你的决定，但是你还是要学习玛利亚，要坚定顺服神和神的话。阿们，阿们，这个才是你蒙福的人生。在神的面前，你是蒙恩的一个人。阿们。你有至高的神，你圣母神有至高的神同在，胜过你听亲戚朋友人情感的牵制影响你，你听了他们，可是失去至高神的同在。你要选你的人生走哪一条路，你要选择什么，你心里的决定要决定什么，跟从至高的神。阿们。不要把你的亲戚朋友不信主的看大，高过至高的神，那是你亏本，亏了，你一生亏了。他要灭亡，也跟他走灭亡的路。不，你要学习玛利亚，要来，生命顺服神，顺服神的话，听从神，听从圣经的话。阿们。这就是玛利亚的人生，在神眼中的玛利亚。好，玛利亚的生命是生出神使用，接着她的童女肚子有圣灵，怀孕生出圣者，叫做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玛利亚非常的，她的肚子啊，她的生命非常有价值，因为她敬畏神，她冒着生命的危险顺从神，然后呢，她神就使用他，有圣灵充满，有神的能力护庇他，神就使用他这弱女子，他生出圣者，神的儿子，来做成神对人类救恩的救赎的计划。玛利亚的生命有没有价值？他冒着生命，冒着被误解，冒着被这个不耻令这个另眼相待的眼神的压力，他选择了顺服神，可这个生命却能够做出神很伟大的，使凡有血气的人看见神儿子耶稣的救恩的价值。阿们。有没有价值？有。
所以你要走神的路，也要有冒着这些的压力。我们还是选择有价值，在神眼中有价值的生命的选择跟决定。阿们。我们没办法，因为耶稣只是生一次，没办法让你的肚子又见神，又没有生出第二个耶稣，那不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生命里面，玛利亚的神借着玛利亚愿意让她童女的活肚子让圣灵怀孕生出耶稣出来，就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救恩的计划，玛利亚顺服的神就成就了。那你怎么来学习玛利亚也做成这事？你不要借肚子给上帝，不需要，你只要借信心跟行为为你不信主的亲戚朋友 悔改信主得救，迫切祷告，而向他们勇敢传福音，带他们也能够看见神儿子的救恩，带他们离罪归义悔改信主得救，这也是玛利亚的生命，也是你要走的生命。阿们。神使用玛利亚的生命生出耶稣，带人悔改信主得救，神也要使用你，借着你悔改信主得救，你也要迫切的为你不信主的亲友积极的迫切的祷告，勇敢的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出离偶像进入真神，带他们舍己走耶稣得救的人生。你也要带人借着你的生命引人信主，引人带人得救。阿们，阿们。基督徒，你不是自己信主就好，你要信主也要带人得救，使人从你的身上看见神的救恩。阿们。感谢主，这是神眼中的玛利亚。我们要不要学习？要，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生命行为都要学习，心理心智的决定要学习。你怎么决定？你这个人的心喜欢什么，决定什么，你就像什么，你就做那样的人，走那样的人生。如果你的决心，你的心是选择顺服神，顺服神的话，遵从神，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你这个人就会有神的同在的一个生命，有神的同在的人生，能够成就主的计划的人生。阿们，阿们。你要不要再走自己的路了？你要不要再跟随不信主的这亲戚朋友呢？啊，一句话来哦，来假崩，他就不来做礼拜了。哎呀，来去佚佗哦，今天礼拜天哦，啊，来去兜呀，来去兜呀圣哦，啊，你就离开神了。你要不要做这种人？不要，你无论如何选择，我顺服神。阿妹，我顺服神的话，走这样的人生。啊！你信耶稣，咱北港哦，足侪人拢无信耶稣，咱的亲戚朋友好多人不信主啊！啊，你不要去教会，不要信主啦！啊，来跟来跟着我们呐、啊！不要去教会，不要去做礼拜，啊，不要信耶稣，来跟着我们。你要听从谁？你要听从谁？听从神。你要顺服神，让你得救，也能够救常常影响你不要信主的那个亲人也能够得救。阿们，阿们。你不救他，谁会救他？你不是陪他一起去死，你要信神，跟随神，坚定救自己也要救他。阿们。不是你听他跟他一起死，那就不对了。阿们。这个很像什么？我要解释。一个人如果跌到海里面，不会游泳的，跌到海里会怎么样？溺毙。那通常跌到海里面的人，不会游泳的人，他会想抓什么？抓什么？抓游泳圈，抓什么？抓树枝，抓什么？那如果你在旁边，你会游泳，他会不会抓你？会，他会抓你。好，他抓你，你就游不动了，对不对？那么你们两个就很容易就一起沉到海里死掉。所以你不要跟你的亲戚朋友走犯罪的海的路，那个罪恶的海，离开神的救恩，离开神的话，离开神的真理，离开神的生命的路，那个就是犯罪的海。
你不要因为要陪着你的溺在最终的亲人，你的亲情、感情、人情的关系，你的亲友抓住你，你们就一起落到犯罪的海里面，会溺毙淹死。不要走这样的，做这样的决定。阿妹，你倒是要怎么样？你先得救，站在得救的岸上，站在得救的岸上。阿妹，丢游泳圈给他。阿妹，了解意思吗？你要先得救，丢主耶稣的救恩给他，让他抓住救恩的游泳圈，让他上得救的彼岸。阿妹，你人生面对这些的不信主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价值观、生命观、生活观，你就是要来顺服主和主的道，决心跟随主和主的道，你得救，你的亲戚朋友也能够得救。阿妹，阿妹。玛利亚在神眼中是这样的人，她冒死遵行神的话，成就主的救恩，救了世代所有的人。你也要胜过一切的压力，不信主的亲戚朋友的压力，你要坚定于主和主的真理，使自己得救也能够救亲人。阿妹，这是我要让你们学习的。玛利亚她学，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对神的一个榜样。他说我心尊什么？我心尊主为大。弟兄姐妹，谁在你心目中最大？哎，我问你啊，眼睛不要闪我，神在问你，你的心看什么最大？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只要他讲一句话我就听他，那你就是以他为大。你要看什么为大？看神为大，看神为大。我玛利亚是心尊主为大，上帝上大。阿们，神最大，在我的心目中神最大。我要看神在我心目中最大，大过谁？大过谁？大过你心目中看为很重要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大过你自己，大过你认为你很重要的啊，这个非他莫属，或者会听他不可，不听他的话，他不给我钱，不会给我脸色，他不帮助我，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你吓得要命，一定要服从他，你断开这个压制吧，先尊主为大，主做你上大的瓦壳。阿妹，阿妹，你心要尊主为大，因为他是全能者。你所依靠的、惧怕的亲戚朋友不是全能者，没办法救你脱离今生的罪恶、凶恶、邪恶、咒诅跟黑暗跟将来地狱的灭亡，他没有那个能力，他自己也要悔改被拯救的。所以你当惧怕的是神，不是怕你的亲戚朋友不理你，所以你就尊他为大，听从他。你错了，你被压制了，你被掐着脖子走人生灭亡的路，你断开这个压制。阿妹，你要有属灵的骨气，属灵的坚强，我决定跟随主到底，我不屈服你的威吓，不屈服你的威胁利诱收买，我不屈服这些人情，我顺从神，我得救，你也要得救。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好，玛利亚心尊主为大，我要求你，求主拆毁你心中的偶像。你若以人做你心中伟大的，你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或者你的兄弟呀、啊，你的父母亲啊，你把他看大过于神的话，那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压制。神要我们不要再纪念我们的名，让主在我们心目中照常显大。阿们。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主显大。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太大，我的老我，我的意见，我的感觉，我的价值观，我的喜好啊，我的这个习惯好大好大，这个东西也要打掉。那个自我中心、自我的灵救不了自己，早就应该舍己了。如果还抱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挤挤挤挤一挤力挤的话，
挤的血气，挤的那些各种的不对不属主的心理的话，那些主告诉我们都要舍己，让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说，我必主必兴旺，我必衰微。阿们。那个马德利大人的腿块，那个强势的自我毅力，那个东西要舍己，因为你救不了自己，脱离自己的罪性、人生的罪恶、邪恶、凶恶、凶恶、咒诅、黑暗、试探，你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自己将来脱离地狱的火湖，你救不了自己。不要再靠自己夸口啊、人的腿块，马德利大，你我们我你自己挤挤挤，都要从你的心中的宝座下来。阿妹，要舍己下宝座，这样你才能够遇见舍己的主，不然你一生做礼拜也没有办法遇见舍己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舍己的主。如果你们没有走过这一关，你没有遇见主，你要舍己，愿意不愿意？要舍己，舍己，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不要再一直夸大你自己的行为习惯，做事说话的气氛、口气、血气，不要夸大。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恩慈良善的、慈爱的、公义的、和谐的、纯全的、美善的、诚实、正直的主、众光之父的主，是圣善媚恩的主，是甜蜜的主，是柔和谦卑有恩慈的主。我们要让这样的主的性情跟心性在你我心目中照常显大。阿们，阿们，阿们。主，我心尊主为大。当然，主的旨意、主的话更重要。这是玛利亚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我心尊主为大，还是我的病端？教会有什么代志啊？牧师卡一个电话，你不要以为是牧师来拜托你哦 ，no， 不是哦，是神在邀请你参与神教会、神荣耀的事哦。你不要以为是你在做牧师的事哦，不是哦，牧师是在做上帝的工的事。牧师没有在我的娘家，是在做代书的事。我没有叫你去做代书的事哦，没有哦，我是邀请你跟着牧师一起来做谁的事？做谁的事？那是你兔子山月亮的光，你不要骄傲不来。我说我不去，你是什么态度？你将上帝有尊主为大吗？你有尊主为大吗？我请问，没有。你自己的病端替省事省时病端为大，你的老我很大，你的 Q 边呢捡方便捡利益很大，可是不是跟随十字架舍命诚实爱主，没有主最大。你要悔改，你要悔改。阿们。牧师来到这个地方，甘心不辞辛劳，不辞劳苦，甘心牺牲奉献，埋在北港乡下，救人牧养你们牧养弟兄姐妹，把教会从方会里面建起来，这个榜样你们就要学习。阿妹，牧师没有从你身上取任何利益、钱财，没有，只是要你悔改信主得救，好好诚实跟随主，相信主，相信主的话，跟随主而已啦。阿妹，这个生命要学习。下次啊，我打电话给你，真金山弟兄啊，不要说怀来，不要这样态度，你太轻看神了。神很大，如果神取走你的生命，你还来不来？你连来都没力气了。神给你生命，你的生命要学玛利亚，我心尊主为大，主的教会、主的工作、主的事、主的名、主的真理最大。阿们，阿们。我的病端没有，全病没有影响你，致使你的病端，致使你利诱。有力你才要教会要牧师，你没力不起立自己，你就现实不来不参与，你要悔改，自私的灵要悔改。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救赎主为乐。阿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要学习玛利亚的榜样，我心尊主为大。第二个是什么？我灵以神我的救赎主为乐。请问你的灵以什么为乐？有利于我自己啦，我病痛牧师跟我祈祷让我好起来了，就满足这样吗？你在利用主，你不是在以神为乐，你要以神为乐啊。主赦免你一切的罪，医治你一切的病，他也要救你的命，脱离死亡。主要我们在受难的时候，苦难的时候，主搭救我们。但是搭救我们，有神要我们一生荣耀他。阿们，我们要荣耀神，走主的路，我们要以神的灵为乐啊，不要以利己为乐。阿们，要满足神的心肠，荣耀神为乐，以神的灵为乐。如果是神的灵，我就以此为乐；如果是满足自我，满足自我的灵，我就不要以此为乐。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学习。玛利亚是以神和神的灵为乐，所以神才能够拣选他，配得被神拣选，成为被神使用，生出耶稣救世人。哇，这个是很大的事。你要以神为乐，你要以尊主为大，神会拣选你的生命来做成神荣耀国度的计划。阿们，我们跟主拍拍手吧，表示我们愿意来学习，先尊主为大，以神为乐。从玛利亚的祷告里面，我们要看见神。我很快的念，玛利亚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那她不但顺服神，遵从神，以神为乐，尊主为大。玛利亚的祷告里面，因为她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神拣选她的生命做成神的计划的救恩的工作。我们也要以神为乐，也先尊主为大，学习顺服神，神使用我们的生命，也要做成救人的灵魂，使人出离偶像敬真神，出离黑暗进光明，处理罪恶这个地狱的火，能够进到永恒添加得救。神也要这样使用我们一生。阿们。玛利亚跟神有好的关系，有好的一个玛利亚对神有信心，有行为，有好的心智，有顺服的心。因此神对玛利亚的生命经历里面很多的开启对神的认识。你到现在还没有很多认识神，表示你对神的委身顺服度不够，还有信心行为心智不够顺服神，所以对神的启示很贫穷。如果你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信心行为，对神的这些的话很顺服的话，神会开启你，神会丰富你对神的认识。阿们，阿们。玛利亚她顺服神，她有信心有行为，她心智很好，对神的生命。所以从玛利亚的祷告里面要帮助我们自己，要看见神。玛利亚看见神是这样的神，我们从玛利亚的祷告里面看见神是怎么样的神。第一，上帝是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上帝是顾念他的使女。你是做魔鬼的使女，魔鬼的工具，专门杀害、偷窃、毁坏、撕裂亲情、撕裂人跟神的关系的人吗？还是成为神的使女，劝人与神和好的人？阿们。神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神顾也要顾念你的卑微。阿们。第二，万代要称为有我，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玛利亚是很有福，我们要不要成为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你要成为遭咒诅的，还是有蒙福的人？那就学玛利亚吧，心尊主为大，灵以神为乐。你心不尊主为大，灵以神的灵以外的灵为乐，你会遭咒诅，不蒙福。但心尊主为大，灵以神的灵为乐，神是信实的，我们会成为跟玛利亚一样，成为有福的，让你的生命短暂的生命里面留下这个有福的人生。好，玛利亚的这个祷告里面帮助我们看见神是全能的，他是全能的。好，神是为我成就大事的。好，神的名是圣洁的还是不圣洁的？圣洁的。
神的名为圣，你要把神当神圣的。阿们，阿们。他是圣中之圣的神，不要随便践踏神的圣洁的名。神的名是为圣，他神是怜悯敬畏他的人。你要不要敬畏他？你敬畏神，神就怜悯你。我们要敬畏神，蒙神的怜悯。那不敬畏神的态度从心里面拿掉，我们要敬畏神，因为神是怜悯敬畏他的人。神是用膀臂施展大能，神有大能的膀臂，有施展大能，还有神会赶上狂傲和心里妄想的人，不要胡思乱想妄想，很多猜疑负面消极的这些不要。求神赶上这些，因为神要赶上狂傲和心里妄想的人。神是叫有权柄的思维，要叫神要叫有权柄的思维，神叫卑微卑贱的身高，神叫饥饿的得饱美食，神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弟兄姐妹，你不要再夸富有，不要再夸你很有钱，不要再为钱夸口，不要为钱夸口，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要夸口这些的物质，这一切都要过去，死的时候这一切都带不过去，连衣服，你身上死人穿的衣服都要火烧也带不过去，不要夸口，不要依靠这一切，我们要依靠的是赐子财赐百物给我们的丰盛的主。阿们阿们。你要依靠的心要摆对哈。好，神是叫富足的空手，不要再夸口你的富足，夸口你亲戚朋友富足，没什么可夸的。这个富足，这个子财都是神所赐，但夸的是神，所以神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神扶助他的仆人，神要扶持他的仆人。你是做神的仆人，还是做魔鬼的工具？我们要做神的仆人，神就扶持我们。好，神纪念亚伯拉罕和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和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以他信神为他的义。我们要相信神，神就以我们为义。阿们。你要信服神和神的话，听从神和听从圣经的真理，神就称我们为义。阿们。今天很快的把这个我灵与神我的救赎主为乐，跟大家一起共念，来学习玛利亚的生命，更多的认识主。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今天说灵受的来祷告，下面我们就要来领圣餐。预备心来领圣餐。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擘开，祝福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就来领圣餐，纪念十架的主为我们流血舍身的牺牲的代价。求主使我以十架在你右身。
心得罪主的行为都要认罪，哪一些不顺服主的要认罪，哪一些不先尊主为大的要认罪，不以神的灵为乐要认罪，离开这一切，让我们心尊主为大，灵以神的灵为乐，让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才领受饼杯，同声开口为自己认罪离罪归义，与神和好，再领圣餐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十字架宝血泉里面，我要诚实的认罪悔改离罪，与主和好，主啊，求你赦免我不顺服神，主啊，求你赦免我
不顺服神的话的罪。主，求你赦免我心不尊主为大的罪。我的灵不以神的灵为乐的罪。今天的道里面光照我的心，我的灵，我的行为，我的生命，我的心智，很多亏欠神，不顺服神，不相信神的罪，我要诚实认罪，离开这些罪，在我的心，在我的灵里面，在我的行为当中，主，我要认罪离罪，我要悔改，改邪归正，夺回我的心，尊主为大，夺回我的灵，以神的灵为乐，夺回我的生命行为，生活里面我要顺服神，顺服神的话，求主帮助我。主耶稣，谢谢你，求主再用主的宝血洗干净我一切的罪，我要离罪归义，从心从灵从行为上离罪归义，遵行主道，与主和好，求主帮助我，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赵牧师继续弹奏，我们来领受主的饼。拿到饼不要看我，看我不能得救，心里面看十架的耶稣，仰望十架耶稣，悔改认罪才能得救。眼睛闭起来，继续跟主有得罪主，主啊，赦免我这个罪，我要离罪与神和好。我们还没受洗，等受洗完之后就可以领受圣餐。共立主前，我们用虔诚神圣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的罪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领受主的饼。请坐，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分杯。临圣餐饼杯是在纪念主，专心祷告纪念主。
我们请公立主前用敬虔神圣感恩的心领受主的杯。主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信约，使多人的罪得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领受主的杯。主耶稣，我们要宣告羔羊的宝血大有全能，弟兄圣伯大师靠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求主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洁净、救赎。哦，主啊，我们身心灵一切的不顺服神的罪，不遵守神道的罪，没有心尊主为大的罪，没有以神为乐的罪，所有得罪你的罪，求主的宝血再次洗除，并除掉这些罪的权势离开我们。主啊，求你宝血洁净，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心愿尊主为大，我们要夺回我们的灵以神的灵为乐。主啊，我们要把我们听话顺从的权柄归给主，我们要来顺从神和神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因着犯罪所带来的身心灵疾病各样的咒诅，因着我们领圣餐，我们诚实认罪离罪以神和好，求主用十架救恩的宝血，用十架的救恩断开这些的罪恶的咒诅、罪恶的刑罚、罪恶的这些的权势。哦，主啊，离开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主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求主救我们的生命灵魂脱离阴间死亡，求主用仁爱慈悲做我们生命的冠冕。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啊，愿将我的心